我们看30题，他说欲激发激态的氢原子，激态就是 M 等于1啦，使它呢发出呢 Hα， 这是巴尔曼系能量最小者，则用来激发原子的电子，其能量最少多少？那你要让它发出这个 Hα 的话， Hα 最小能量的话应该是从 N 等于3跳到哪里？跳到 N 等于2，这样跳下来就会发出 Hα。 好，那你现在从 N 等于1嘛，你一定要先把它激发到 N 等于3了，再让它跳下来，所以你所需要的能量呢最少需要多少？电子能量最少需要多少？就等于 13.6， 从 N N 等于1跳到 N 等于3，就1平方分之1减掉3平方分之1，所以这 13.6 乘以9分之8，我把它算一下， 13.6 乘以8除以9，12.08 了，大概12.1了，12.088，我大概是12.1个电子伏特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C。